在今年初宣布与女友凯蒂·路易斯·桑德斯登记结婚，同时更发布了自己当爸的消息，让外界又惊又喜。近期他带着爱妻一同在海外跑行程，期间也被目击到两人甜蜜在罗马街头约会，让粉丝们看了纷纷被闪瞎，爱情事业两得意的宋仲基五日也在个人 IG 上传了近况照，只见他晒出了两张自己在意大利拿破里街头开心毕业的照片，并配文写下拿破里，而粉丝们看到照片后也推测宋仲基如此开心的原因可能与近期韩国足球选手金明哉在效力意甲球队拿破里后拿下了意甲首座冠军有关呢。Bye.